我们把这个病人的情况记录下来，等一下见到值班医生，再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我也上了七楼。好的，曲医生。 查房里面锁上了，怎么会上？我也不知道啊，这医院规定病房门不能上锁，这病人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庄文杰呢？罗队，你们怎么来了？ 罗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吗？你这么晚怎么就不能来找你呢？看看你嘛，大半夜洗澡不关窗户，等着感冒。哎，你今晚干嘛了？是做运动了吗？ 没有啊。那你这个心跳和血压怎么都高了不少啊？可能是刚才洗澡的时候水温有点高。刚洗完澡，血压高点正常。查完了。你们也不要聊太晚了，病人需要休息。辛苦你们。嗯，没事。 还有什么事吗？我给你出那题。啊，你批改完了。满分，超赞。
那就好。嗯，我们看着你都好，那才叫那就好。行，有时间再过来看你啊。嚯，你这手机碎的？哦，刚才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上了。洗澡你带什么手机呀？啊，走了。确定电脑还回去了啊？还回去了。吓死我了！我以为来抓我的，憋了一泡尿一直没敢上。怎么回事？我们查房里面锁上了。阿梅，一直把电脑还回去了。我问你，庄文杰呢？罗顿。庄文杰和丁胜火那天晚上肯定有猫腻。罗队，你刚才怎么不直接问他呀？有证据问我，没证就瞎问什么呀？丁胜火都打摩斯码给庄文杰传信息了，这还不算证据？谁能证明说庄文杰就看懂了？谁又能证明说庄文杰不但看懂了，而且还按照人家的意思去做呀？那咱们可以再审他一次呀，审一次丁胜火，是吧？他给庄文杰传摩斯密码，现在咱们有证据了，咱们就把监控视频还有这破译的结果往他面前一摆，看他还怎么狡辩。审肯定还是要再审的，审了他也不能承认呢，除非说是，除非庄文杰他能够自己指认，或者说咱们能有什么证据证明一下他接受了他的指使。又绕回去了。罗队，你怎么老护着那小子？大志，哎，在路上了。你让弟兄们先把咱们提出来提到审讯室吧。啊，分开啊，分开，一定分开啊。嗯，我马上到啊。先别想庄文杰的事了，大志那边准备好了就等咱们。
东西不在，是个空箱子。会不会苍蝇摆了我们一道，拿了钱不办事？丁生火说过，苍蝇是最懂规矩的人，他不敢这么干。那就是说，拿东西的时候庄文杰也在。他怎么会在那儿？不清楚，但他以为我是老丁派过来的，所以我估摸着会不会是老丁让他去的。难怪老丁不知道你一直就是我的人，所以想要借你的手来除掉庄文杰。真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出现在那儿。要是早把今晚的交易地点跟苍蝇改了，不就没这些问题了吗？苍蝇只跟丁生火单线联系，赵文和红魔只有苍蝇能做。地点也是他俩早定下来的。那老丁要是全招了，会不会破坏您的整个计划？放心，他不敢。他当年即便全招了也没关系，他知道的也只有这么一小部分。要不我再想办法把东西从庄文杰手上拿回来。不用，先把东西留给他吧，用备用方案。很为难吗？我知道风险很大，但是时间紧迫。不，就按您说的办。只是我希望您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放心吧，我会信守承诺的。来，排队进来。第一名站这儿，依次站好。站好，把头抬起来。好好看看吧，有没有胁迫你的人。这怎么看得出来啊？摘下面具。这回再看看呢，有没有？不认识了，没见过。还是没有。能肯定吗？身高就不对，那个人矮，不超过1.7米，挺瘦的。我们这个五个兄弟，之前干啥的都有，盗墓、偷个车，
一个门撬锁。哎，可是我们有规矩啊，这穷人绝对不偷。你们还有规矩呢？说吧，那个人是怎么联系到你们的？电话，说是有单大买卖，要照顾我们。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压根儿就不信。不信？为什么？我们刚放出来，道上也没几个朋友，怎么就遇到这么好的事儿呢？后来怎么又信了呢？新闻啊，他们打电话给我们，说先等着看新闻，说是要干票大的，先打个样，就是那个挺出名那个作家，就哎，你们应该知道的呀，他是叫贾新言吗？对呀，我们一看，好家伙，这么厉害，当时我们答应入伙一起干。那人长什么样？有见过的吗？没有，都是我大哥电话里听的。具体的都不知道。警官，我是真没见过。这么大买卖，连人都没见过。能在电话里解决的，绝不见光。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对双方都好不是？那你们偷的这些钻石打算怎么卖出去啊？据我所知啊，这种来路的珠宝很难销赃吧？谁说不是？我们这哪有这路子呀？哎，那个人说了，给我们500万呢，让我们拿着钻石给他，他有路子销赃，3天后交易。说是定好了，给我们打电话定地方。他跟你是这么说的？那还有假？我们可不敢欺骗政府啊！警察同志，你们得相信我，我真的是被胁迫的，我也是受害者呀。你是不是被胁迫呢？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将来法官考虑的事情。说你非法入侵他人电脑系统，协助盗窃，这两罪并罚就得5年起步。这事儿又弄这么大，我估计得7、8年。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谈话需要想的东西。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儿，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你登录我的云盘账户，里面有一个音频文件。我偷偷给那个人录了音，存到了云端。他虽然戴着面具，但声音骗不了人。把他带去。是。电脑里有专业的音频软件，我可以很快把它恢复。马上。贾金岩保险柜失窃案、宝云珠宝盗窃案、清安安防系统被入侵案，这3个案子现在经过我们查证，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很有可能是一拨人或者是一个人在幕后主使，并且胁迫他人犯罪。所以现在我们决定这3个案子并了。这个幕后主谋真够狡猾的，3个案子环环相扣，最后目标是钻石。他不是说这个3天之后交易吗？咱紧盯着这条线，顺着线索就能把他揪出来。你真觉得他是
目标只是钻石吗？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得手之后为什么不马上交易或者藏起来？夜长梦多呀，不怕黑吃黑被人吞了。而且我们看啊，嗯嗯，他逼着这二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动作，那说明他很着急啊。那一旦得手的话，怎么又不着急了呢？不是很奇怪吗？那如果说这个最后目标他不是钻石，那还能是什么？我觉得呀，他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曾经单独操作了一段电脑，为什么？如果说只是想删除这个入侵痕迹的话，直接让他干就完了，为什么非得是他？这是幕后老大呀，而且还背着他干这事儿。他干了什么？我觉得这事儿是有意思的。所以罗队，您的意思是可能这个女贼在清安的系统中还动过其他手脚？你这个解释很有可能是最合理的，但是他在什么地方动，以及动了什么东西？那这样，罗队，我再带几名技术人员去一趟清安集团，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有系统中被篡改过的痕迹。小叶，这样，带着他，你们去只是从防御筛查的角度来做。这位是攻击过清安安防系统的人，他能最快的、最有效的找到入侵路径。明白，罗队。嗯，好吧。没问题。啊，哎，稍等。怎么了？罗队，庄文杰要出院了，他现在跟孙志坚正收拾东西呢。医生怎么说？现在正给他办手续呢。嗯，行，那出来吧。哦，那您之前交代我的，让我多照顾他，我还继续吗？先不用，你回来吧，这边缺人手。好，明白。等等，现在你也出院了，回去赶紧把功课补上。在学校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这段时间感谢您的照顾。客气啊，行了，我回队里了。走吧。等一下，您看我们这拿着行李，这也不好打车，能不能送我们一趟？不就是叫车吗？咱网上约一辆不就得了，不用麻烦警察姐姐。从这儿到学校打车费很贵的。啊！哎呀，还真不好叫车啊，是吧？哎，警察姐，你看。十几辆排队的呢，哎呀！行了行了，送你们，行了吧？谢谢，谢谢警察姐姐，谢谢。生物室。那你们操作，技术问题我也不太懂，我就出去了啊。你们盯住了啊。哎，罗队长，哎，在这儿等就行。哎呦，添麻烦了啊。哎，不麻烦，来，请。好好好。喝点什么？茶就行。好嘞。孙总，嗯，你这个不保密吧？哦，这个呀，公司的宣传册，随便看。哎，包不放后面？没关系，我自己拿着就行。走吧。集团是除了一个总部之外，还有三个分公司，啊，对对对，分别是清安智能、清安卫达，还有清安物联。卫达是
主营哪一块业务？哦，这家公司啊，是我们集团在2010年成立的这个武装押运的安保公司。安保？对。来，把这块给我介绍介绍。好。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啊？啊，我。我去。这怎么打给我了呀？是接还是不接？我来接吧。喂，胖头孙，你个死胖子！文杰出院，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啊，是我。哦，文杰呀，我现在在医院呢，你怎么出院没跟我说一声呀？你身体好些没？啊，没事了，医生说已经可以出院了。我还担心你呢，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没想到你都走了。啊，我现在回学校呢，回学校见吧。好，我就说吧，先打电话，票给什么惊喜，见到自己了吧？你懂什么？万一他回学校给我惊喜呢？是是是，他做什么都为你着想，都疼你，行了吧？嗯，走。去哪儿啊？回学校等他去。重色轻友。我们这个公司呢，是2010年成立的，主要的经营范围呢是。企业的特种物品的运输啊，安全技术的培训啊，还有就是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的这个押运等等的。哦，公司呢进入市场的时间不长，主要的业务呢都是来自于高端客户的私人要求吧。我是苏子怡，是咱们清安卫达集团保安部的，也是此次押运任务的监理员。这是我的证件。这次怎么换人的呢？是押运物品的级别不同，总部派出的监理员级别也会不一样。您稍等一下，我要对你的身份进行核实。可以啊，庄文杰，你还挺讨女生喜欢的啊。你们罗队长给我出了一道题。但是有些地方我一直不太明白。我跟你说，你这个话题转的有点太生硬了。行吧，说说给你出什么题了。那家宝云珠宝是不是出事了？嗯，看来我的答案没有错。身份验证通过，临时委派单也没有问题。嗯，好的。答题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宝云珠宝的安保系统是清安集团提供的，这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新闻。咱俩一起看过，就是那个女作家保险柜被盗那个事情。怎么，你还有什么疑问吗？出于好奇，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女作家贾金岩的相关信息，包括他的出版社，还有一些网上的书评，以及他的丈夫孙同芳，这个人是清安集团的高管。你不觉得这很巧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呢就是跟您分享一下我的思考，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我立马闭嘴。没关系啊，现在你看正堵着车呢，你接着说。我们的每一位押运员都经过非常全面和严苛的技术培训，同时我们为他们配备了一流的设备，比如说97-1式的警用防爆枪、钢盔，还有防弹服之类的。在这一切的这些设备之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的新型武装押运车。我们为这辆车的四周还有驾驶室提供了1寸厚的防弹钢板，同时依托公司的高科技，我们为车门加装了重磅磁力锁具。如果想打开这个车门的话，首先你得拿到专用的磁卡，同时需要有随车的监理员的指纹，一起上传到云端，最终在这里我们的远程监控中心发放指令，才能完成这一项操作。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新式的押运车就是我们整个清安防护体系中最安全最牢固的用具。说明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啊。没错。罗队长，我这么说的话，您看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哎，你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押运任务？罗队长给我提供的资料里边，除了宝云珠宝，还有其他27家公司，他们都是清安的客户，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偏偏就没有清安集团的业务资料呢？如果这道题的题干有缺失，那么我解出的答案就可能不是最后的正确答案。你是说这贼的真正目的可能也不是珠宝公司？这我不确定，但是那帮贼能用偷书这种事情来转移你们警方的调查事项，那么偷珠宝这件事情本身会不会也只是个幌子？万一他们的真正目标根本就不是那，而是……罗队长，我们所有的押运任务呢，都是高端客户的私人需求，是属于企业的这个商业机密啊，没法说这个事情。咱比方说啊，这个如果说这车，或者这个今天的这个押运任务，涉及案情，这个是不是就得跟我们讲了？啊，这个可能，孙总。哦，那个罗队，不好意思啊，可能有点事儿。哦，哎，好，您等一下啊。不是，什么事儿这么急啊？刚才温先生来电话了，也不知道从哪听说我们系统没如期的事儿，问我们任务能否如期完成。他这算什么问题呀？啊，对，你转告温先生啊，我们的系统已经升级完成了，黑客也被抓住了，怎么就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啊？他这么想就是杞人忧天。好，我去跟他说。嗯，哎，不，那个最后一句别说啊。明白。嗯，怎么不接着说了？我都是猜的。没关系，你说说看。这帮贼的真正目的到底是干嘛？这我哪知道呀，不过应该比宝云珠宝那东西更贵更有价值。万一呀，我是说万一，万一他们还有电影里边那种扫描视网膜什么的那种高科技设备，你们不得注意啊？庄姐，我看你啊，就是电影看太多。所以我说嘛，我就随便一猜。不过，我要是你们罗队长，我就会去调查清安集团的业务本身，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贼的目标。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抓不着这个贼？除了就是人家有这个幕后遥控的人之外，我们到现在连这帮贼真正的作案目的和作案动机还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在密钥终端系统内部还有技术，包括和清安合作这28家企业，我们在这儿转，这都是外围大圈啊。那除了这些公司，那还能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清安集团，甚至这个清安卫达本身？押运车到哪儿了？现在正在文华路，预计最多15分钟内就能送到客户手中。您
怎么突然想弄个这个？哎呀，这次押运的货物非常贵重，一定要谨慎。孙总，您就放心吧，这个整个押运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论在哪个路段出问题，警方都能在20分钟内赶到。再说这是武装押运，能出什么事儿啊？现在这个时代，也就只有傻子能够想出打劫押运车这样的馊主意了。我没有说打劫，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群贼啊，比方说我就是贼。那在我的逻辑体系当中，打劫是什么？打劫是暴力。暴力是粗活，不太用脑子的，我看不上的。那有没有可能说，我现在已经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押运员，就坐在刚才他说的这个高级的押运车里，随时准备动手？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上演，那些一语不发的人，你就难逃一劫。躲藏不进旧日的窗，避不开谎言。如何悬光被折射的光，是非曲折欲盖弥彰。黑白灰分布的世界，万物半座正中间，徒留下一束束端倪，生生不息后湮灭。徘徊不见的分隔线，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徘徊分布的世界，万物半座正中间，徒留下一束束端倪，生生不息后湮灭。徘徊不见的分隔线，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吹得停止不前，自如篡改的汽笛钟摆地锤，指向灰暗的空间，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变化。